嘟咚嘟咚，咚咚咚，嘟咚嘟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嘟咚嘟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嘟咚嘟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嘟咚嘟咚。大家好，我是蒋蕊，是一个住在墨尔本的准妈妈。现在孕期已经到34周，还有几周宝宝就要出来了，所以我们经过几个星期时间的买买买，终于把宝宝房准备好了。今天带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宝宝房。这个房间呢，就是宝宝房啊，在我身后的。它从我们住进这个家开始就一直是空置着哈，就一直为宝宝准备着。旁边就是我们的主卧房，所以呢是紧挨在旁边的。 OK， 那我们现在不多说了，直接来看吧。好，我们先来看第一样东西，也是几乎在宝宝刚出生就要用的第一个东西。它呢是一个婴儿床，然后这种小版的叫做 bassinet， 然后我们买的这一款呢还是被称之叫 co-sleeper， 就是可以跟妈妈同睡的。放在我们的大床边，不是放在这个房间的，现在只是暂时放在这儿。然后它应该是旁边有两个，就是这样子的拉链，然后可以把前端这个地方给拆卸下来，那么这一面就不存在了，以后它就可以直接挨在我们的大床边，这样子据说是最对宝宝来说是最安全的，叫同房不同床。可以降低他在睡眠当中的一些危险。然后宝宝的小的婴儿这个床里面，我现在只是铺上了床垫，什么都没有放，这也是这边就是澳大利亚对宝宝睡眠的一个要求，说宝宝床上是不可以有任何的枕头啊，不可以有床围，不可以有毛绒公仔，任何可能会让宝宝窒息的东西都不行。那到时候他睡的时候是会就是睡在他自己的睡袋里面的。这个第二件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一个家私，也是就是在宝宝新生阶段会非常非常实用的，就是一个尿布台，一个 changing table。 然后看在妈妈群里面看到大家都说宜家的就是又便宜又好用，就性价比极其的高，所以我这款确实也是买的是宜家的。然后上面是有一个就是换尿布的这个垫子，然后是我自己买了一个套子，当然还有买一些就是替换装，然后放在这个上面。尿布台的下面呢有一些储物的东西，我们分别来看一下。最下面我现在放了一个就是也是宜家的洗澡盆，也是就说性价比极高。然后这个洗澡盆我给它配了一个就是可以支撑架，然后这样子洗澡的时候可以拖住宝宝会比较放心一点，可能也会省力，省你的手臂的力一些。然后我暂时放在这里。再看一下我们下面的这几个小小的东西，那里面我放的小盒子里面放的一些东西，像这个盒子里面呢现在是放了一些尿片，然后这里面有宝宝的这个 wipes， 就是湿巾，宝宝湿巾。然后我买了两个牌子，想说试一下哪个好用，到时候再来决定。然后也有干的棉柔巾，
这个干的棉柔巾就是前段时间财年结束的时候，然后 Baby Bunting 有在打折，非常非常的划算，所以囤了三箱，每箱里面大概有12盒的样子。然后这是一个，就是也是一个换尿片的时候垫的东西，因为它是防水的，然后前面是纯棉的，所以我打算是铺在这个尿布台上给它去用。然后第二箱我现在放的东西呢，是就是除了一些储备的尿布以外，然后有就是大家在澳洲的国民货啊， QV Baby， 听说是好用的。一个呢就是它的那个洗澡的 bath oil， 宝宝在洗澡的时候说是不用每次都用沐浴液、洗头水这种东西，直接放这个沐浴油就好，然后偶尔呢如果要洗头的时候再用这个 gentle wash 来洗一下。然后这边最大瓶的这个呢是它的那个就是 body lotion 一样的 cream，可以给它就是洗完了以后做一些按摩的时候去使用，来让它保湿，希望它不要得那个就是湿疹啊，听说这个东西很可怕。然后还准备了两个 nappy cream， 就是怕它红屁屁，怕它屁股这个地方会因为有尿布疹，然后也不知道哪个具体最好用，所以两个都准备了。有人推荐这个，有人推荐这个，所以我到时候用完了再跟大家说。第三个这个盒子呢，现在比较杂乱，我还没有完全收拾好。一个是Muslin Wraps， 然后这个东西也是听说不嫌多，反正就是又可以给它包着睡觉啦，又可以给它洗澡啦，又可以给它什么擦拭身体啊之类的哈，所以我就准备了蛮多的。然后这个是它的浴巾，我还没有开封，因为就是打算接下来要给它的东西全部都要彻底清洗一遍，所以到时候再把它拆掉。这个呢就是上面这个换尿布的这个垫子的一个替换装，很柔软的。然后还有一些各种的小杂物，比如说带宝宝出门的时候的这种随身的换尿片的这种垫子，可以让他躺在上面，可以带几片尿片。然后有一些这个安抚奶嘴，这个也要感谢，是朋友送的，朋友剩下来的，但是都是新的。然后他的奶瓶啊，也是准备了几个，我是有打算母乳喂养的，所以希望可以不要用到。然后他的这个小勺子哈，这个如果要是不幸一开始没有奶的话，要给他喂一点点奶粉，不希望他有那个乳头混淆，所以先不要用奶瓶，先用小勺子喂一点点试一下。然后这个呢是宜家的网红小推车嘛，对不对？大家都很多人家都有。然后我也是准备了一个，就是放各种的一些小杂物，可以放在这个尿布台边，到时候方便使用。这里面先放了一个安抚巾，就是给他拿着喝奶啊，什么入睡的时候的。然后宝宝的棉签，然后妈妈的这个乳头霜。还有一些比如说挤奶器啊，这个要特别讲一下，这也是就是囤好的一个东西，是 Spectra 9 Plus 的一个泵奶器。当时在买这个的时候也是就是蛮纠结挣扎的，在这个牌子还有在大家都用了很多的那个 Medela 之间想来想去选来选去，然后最后看了很多的测评，听说这个会更好用，然后希望吧，到时候用完了以后再来跟大家说。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后面的这个溢乳垫啊、除奶袋啊、身体紧致霜，这个要对自己有点要求，现在已经不能看了。然后整个房间里头最大的一件家具就是这个婴儿床，就这个婴儿床它是可以就是两边这个地方按住，然后就可以把这个围栏给抬起来的。然后它的高度也是可以调整的，现在是处于一个比较
高的地方，你这样子放宝宝也会比较方便一点。等到宝宝再大一些了以后呢，就防止它会翻出来，所以可以把这个整个床往下降，降到最下面，那么它的那个深度就是够的，它自己就爬不出来了。当然这个床其实我觉得在这个6个月啊，可能8个月之前，他都不会自己单独睡在这，他应该是会跟我们睡在一个房间的。不过还是要把它给布置好。这里我放了一块那个就是绒垫，很柔软的这种，然后是云朵图案的。下面的这个床单呢，也是这个就星空、星星和月亮。床上我现在放了一堆小公仔，像刚才我说过，就是这边就是宝宝睡觉其实是不可以在床上放这些东西的，不过现在只是装饰啊。这个公仔也不知道就是宝宝会不会喜欢，但是实在觉得很可爱，每次逛街的时候陆陆续续看到可爱的都会把它买回来。然后看到这上面呢是一个那个 MOBA， 就是这个音乐摇铃吧，算是给大家就稍微听一下。它是这个小长颈鹿，颜色也比较淡雅一点。然后再看到这个上面挂了一个画，这个画呢也是就是在逛街的时候有一家宝宝店呢在墨尔本这边，叫做 Adairs， 然后它有成人的店，然后卖床上用品的一些装饰品的，也有单独的宝宝店。然后当时一看到这幅就立刻被吸引住了，就觉得一定要放在这个床上。它是一个狮子在睡觉，然后上面写 The King Sleeps Here， 就蛮自恋的。为什么就看到我们床上这个地方有那么多狮子的元素，就是宝宝应该是狮子座，我们的宝宝应该是狮子座，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不要滑到处女座之类的。然后在这里呢也公布一下我们的宝宝的名字，叫 Ethan。 Ethan 呢是就他的英文名嘛，当然我们还是希望他有保留这个中文的传统，所以打算是让他的那个 official name， 就是官方啊，比如说护照啊、出生证上面的名字都是中文名。但是让他长大的过程中呢比较容易跟小朋友交朋友啊，在澳洲这个地方，所以就选择了一个跟他中文名读起来比较接近的一个英文名。然后给宝宝准备了一个就是他的小柜子，现在他的那个衣服挂的还是少一些嘛，所以就衣柜里头暂时还没有放他的衣服，然后都储存在这里了。现在看一下第一层，这个宝宝的衣服，像这里面现在目前是就是新生儿0到3个月的时候给他准备的，比如说像这个小的包屁衣啊。然后包屁衣我有买这种旁边开扣的，但是大多数这个是优衣库的，然后但大多数呢其实在澳洲这边他们还是以套头的居多，然后听妈妈说觉得套头不太好用，这里就一个小扣子而已，可以把它放大一点。然后但是我觉得这边的宝宝都用这个应该也还行啊，所以试一下再说。然后最小最小的又给他买这个4个0的，我肚子还蛮大的，所以我觉得有可能他并不是能穿得到，所以没有准备太多，只有2件这种4个0的，其他都是3个0大小的这种包屁衣。然后另外呢就是他的 slipper 这种连体的全身的裤子，因为他虽然现在国内很热，但是澳洲还是很冷的，他出生是8月的样子，所以应该还仍然很冷。然后我准备的这种连体衣基本上都是拉链款，就是可以上下开拉链，这样子他换尿布的时候也会比较容易轻松一点，不需要整件给他扒开。然后所以里面穿一个那个刚才的包屁衣，然后外面再穿一个这种就是连体的四角的，然后还要再给他可能要再穿一个睡袋，
还可以，然后觉得宝宝的衣服都无敌可爱。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这里准备的小帽子，这是毛线的小帽子，出院的时候可以穿，然后戴上。然后还有这种棉质的小帽子，小袜子，这个太可爱了，有一套哈，有 I love mommy 款和 I love daddy 款，对，是不是超 Q？ 然后还有这个口水巾，围兜一样的，然后给大家选择的是这个，就是闪电款，也是蛮可爱的东西啊，有挺多件的。然后一直说不要买太多，就宝宝长得很快，可是忍不住啊，就是看到可爱的东西的时候就觉得说，哎呀，说不定那个替换的会比较多呢，所以就一下不小心买多了。这个呢是就是叫做 snow suit， 宝宝在外出的时候可以穿的比较厚一点的这种棉外套啊，然后也是拉链款，上下都可以这个打开，这里有拉链也套脚的，打算让他出院的时候呢也是就是穿上这个。然后还买了那个给爸爸买了宝宝的背带，想着说以后他也可以穿这个，然后就出去逛街，这个就比较厚一点。然后下一层呢就是3到6个月，就是两个零，对对对，的大小的。像这一种呢我还没有就是剪它的吊牌，我还没有去洗啊，因为觉得可能还没有这么需要这么快用到。然后这个也是这种 slipper， 是连脚的，拉链的，上下拉链的。刚才忘了讲的是这种它都有一个好处啦，就是第一个是它是有这个连体嘛，所以你就不需要额外再穿袜子。然后还有呢就是它的这个衣袖的地方有这种小手套的设计，你平时呢你就可以这样敞开，你晚上睡觉怕它刮到自己，你可以把它反过来，把它小手包在里面因为这样子就不需要额外再戴手套，它甩啊甩啊，那手套也有很可能就被甩掉然后平时呢也不要一直戴着手套，就影响它的那个精细运动的发育嘛。然后这里面也是准备了一些就是小袜子，像这个很可爱看上去像小鞋是不是，但其实是很柔软的袜子的这个材质。下一层呢现在是我的一些储备，比如说它的这个床单保护套的备用款啦，然后一些浴巾的备用啦，然后还有我的这个产乳垫也可以给它做换尿垫啦这个是国内带来的。基本上现在我们宝宝的东西呢是要么在这边的那个 Baby Bunting 买，然后要么是在那个宜家呀 Target 啊 Kmart 啊买，然后还有呢一小部分是从国内淘宝买的是妈妈就过来的时候人肉帮我带的，比如说像这个温度计湿度计这边很贵啊，但淘宝超级无敌便宜划算，所以呢就打算宝宝睡眠要好一点嘛，所以要监测这个温度和湿度。现在屋外呢就还比较冷，然后我们在家里开了暖气，但是又不想太暖，所以就16度，宝宝到时候可能会在18-20度的样子这里有两个就是箩筐，然后是放了一些宝宝的东西，然后这个小箩筐里面我现在放了一些就是它的那个 blanket，然后有包被啊，然后也有一些这个纱布浴巾啊，还有一些这个胎葛巾这也是我在淘宝上买让我妈妈带过来的，就是担在肩上，然后让她喂完奶以后可以把那个打嗝就让她拍出来。然后这个我要准备洗，所以我全部就放在了这个筐里头大的这个筐里面我现在呢放了一些玩具，这个玩具是朋友送的他们家宝宝都已经4岁5岁了，所以不再玩这种特别小宝宝玩的东西了，然后所以就留给了我们。
然后旁边现在呢是一个可能他目前是用不到的东西哈，但是可以装饰房间，然后长大一点他再玩。这是一个 Tipi 一个小帐篷，然后选择的是这个蓝色的恐龙款，然后下面的那个地毯呢也配的是一个就是恐龙地图。旁边这个狮子的坐垫我还很喜欢，我觉得也是很可爱，符合了咱们的这个狮子主题啊。墙上是一个装贴画，当时有在考虑要不要刷墙，就是给它刷一面就是有颜色的墙，但是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呢就有点晚了，所以生怕会有油漆对这个身体不好，所以在那个 Baby Bunting 当时看到那个 decoration 这一块的时候就有这种贴纸有各种图案的，然后我们选择了就是这种叫北极熊吧，然后的这一款，自己就随便我跟我老公花了就一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在这一边聊天一边这个贴还是蛮有意思的。就希望他是一个喜欢大自然喜欢动物的宝宝。好啦，这就是我们的宝宝房。在准备的这个过程里面呢，我就跟林嘉文说，我说我老有这种在筑巢然后要下蛋孵蛋的感觉了，很动物世界的那种 feel。 结果前两周我们去医院上了产前课，然后那个助产老师然后在讲这个方方面面育儿的方方面面产前产后的事情的时候，就有提到这么一个术语叫 nesting urge。就 nesting 就是筑巢的意思， urge 就是渴望啊冲动，然后他就说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生理加心理现象，说妈妈准妈妈在产前就快到临近这个预产期的时候呢，就会特别有这种渴望想要布置家里，想要布置婴儿房，想要把所有的东西都买好归位。然后我才发现哦，我不是一个人，原来就是这种感觉是非常正常的。所以我们现在除了准备了这些宝宝房以外，还要准备很多的一些育儿知识，才能可以就是不那么慌乱的去迎接宝宝。希望到时一切顺利，宝宝我们已经准备好你的到来啦。再等几个星期我们就可以见面咯。